那不缺美容视频啦，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我是美容美容说，欢迎来到我的带你吃好料，带你吃好料。今天呢非常特别，我们就去到这个吉兰丹的美食景点。它就是这个 Matong Restaurant， 要需要你吃什么呢？据说它那边有那个青饭、绿饭、青饭啊，那个叫烤姜啦，我们吉兰丹人会叫烤姜，吉兰丹人到处华人都会懂是哪里，因为它是一个必去的地方，所以那些旅客，如果你们在外面的话，你们要去来到吉兰丹，你们一定要去吃这个 Matong Restaurant， 就叫我们去大屿去吃 ，Let's go！好了，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美汤的 restaurant 了，掌声掌声，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进去了，也是要做那些 SOP 的东西， Let's go。 Restaurant 美汤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间店，也是非常古老的一间店。那这间店呢就有分成两个部位，旁边呢就是卖的就是个母饼，还有鸡公面，还有酸蛋啦。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里的最著名的这个烤姜。如果你不想吃烤姜的话没关系，这里还有很特别的粥。那这个烤姜呢就是还有这绿色的饭，采用的是种种叶子做出来的汁，后来放入这个饭一起煮，上面呢有这什么呢，有的就是菜肉碎，然后还有我们吉兰丹最爱最爱的布杜啦，吃上去的感觉就是香香香香浓浓的那种药材味道，那些药材是柴叶的味道，加上鱼饼的话，哇，跟你讲一级棒。那除了烤姜以外呢，这里还有非常特别的粥。为什么我会说这么特别呢？是因为当你吃了这个粥的话，你会很想很想继续再吃。这样粥里的上面有着就是这个葱、鸡肉碎、连胡椒粉，还有炸过的蒜。那另外呢，也有着这个小吃，就是它隔壁的这个小吃咯。它小吃有什么呢？就有鸡翅膀，还有我们最爱的母饼和松蛋。如果不懂松蛋的话，松蛋是一个食物，采用的是各种水果，例如有木瓜、芒果啦，连 tomato， 还采用了辣椒。如果你不喜欢辣的话，可以不用放辣椒，还有一些虾米葱那些掺杂，在一起的一个菜，所以吃起来感觉特别好吃。我跟你讲，我特别建议你们来吃这一道菜。我打计划，北京一样。我的专业演员。新鲜，好吃。มาซื้อ2ตํา2ตําอร่อยมากๆเลยตรงนี้แต่ออมเราจะเอาผมอ่ะนี่จะซับผู้ชั่วไม่มีใครไม่เอาซะอ่ะพอดูอุโมงค์พอแล้วนี่ 80 กว่า 80 กว่าแล้วอ๋อ
berapa lama dah bawa duduk Kelantan? Berapa lama dah bawa duduk Kelantan? Duduk sini? Ah, asal sini ke? Asal sini dah. Then, buat kerja ni lama mana? Buka kedai ni? Buka kedai kita yang betul-betul dah. Dulu duduk kita. Duduk tepi ni lah? Ya. 17 tahun. 17 tahun? Sini 6 tahun. Sini 6 tahun capur sekali? Capur 17+6=30多, 我怀疑你的数学有问题了。Sini famous dah kan, kelas dia. Ramai lolo orang yang main market dah. Kau campur sedap.所以你们刚才看的那个店是 Restaurant Metong， 格兰丹很著名的 Restaurant Metong。如果你们想要赞助他那个招牌，还是那个阿伯就有跟我讲，如果你们想要赞助他招牌的话，因为他招牌是有一点坏了，但他就有跟我分享说，如果谁想要赞助他这个招牌的话，可以去找他跟他谈哦，这东西。所以我希望你们有人可以去联络他，可以去找他，在 Restaurant Metong。所以我们现在去海边玩了。所以这集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留言、按赞哦。海边的影片就不需要给你们看了，拜拜。因为我要去 Freedom， 拜拜。